兰亭序，家里有两只胚子啊，再秒一千万。我操，这么大的宝贝儿，老板能携带召唤兽的数量竟然是三杠三啊！五技能的雷鸟人啊，雷击、飞行加弱点，垫掉了一个技能啊，也不再认证了。有认证的钱，还不如再多买一个持国呢啊！这两组电妖啊，暴力！梦幻西游新手大宝贝儿啊，直接开炸！第一组大海龟啊，五技能的飞行弱点雷击全部都干掉，也就是五加正三是八，八再加上二，最高技能是十啊。老板玩几天了？简易蝴蝶仙子，简易啊，灵鹤，灵鹤，永不磨损，灵鹤，没啥事多挂挂机呀、啊，能带三只宝宝玩毛。12月23号啊，等一下，2022年12月23号，今年12月27号，玩梦幻西游的第三天啊，就练出了大海龟，竟然要开始鉴定军火了。